来，好了啊，在这个塘里面打，再来打一网啊。这网我换一个手法来打一打，这个地方是个斜的啊，离网有点不太好理啊。来，身后这边把正在赶鱼啊，把鱼赶拢一点啊，然后就好打。 差不多啊，用传统网的一把网的手法来打，这样子打的话呢，网可以打远一点啊。打那边，好，来。 漂亮，这个位置应该还可以啊！哎有，这网撞的还厉害，撞的厉害呀！撞的厉害，哎嘿！刚来的小弟啊，打我一个，哦，这网还多哎！我看到鱼了，看到鱼是吧？啊，这里有个绳子，我从这个，来，到这边来收。 来拍拍看一看啊，是什么鱼啊？哇，大呀，大好大，好大条！好大一条啊！哇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个鱼就爱人了哦。哎，这个鱼就爱人。哇塞！看看，我都激动了。哇塞，朋友们发财了，发财了！ 抱走啊！有网在手啊，看到吃鱼不愁的，是不是？你走过去我抱走。哇，找个地方抱鱼，就这一网啊，一网下手吃鱼不愁啊。这网最毒啊，这网哎，网才大的啊，这一网都20多斤呢。